南瀛视为是超级吸票机的第一夫人周美青，也从昨天开始正式组了一个浮选团，准备全台跑透透。那么酷酷嫂的人气是非常的旺，结果呢还是有民众不捧场。继昨天在台中被呛之后，周美青今天到彰化去扫街，先在鹿港天后宫前呢被一位抱着老妇人。抱着小孩的老妇人给呛瞎啊，说他们都没有工作了，但是马总统只会整天跟财团在一起。接着呢，摊贩又当着周美青的面说，马总统做得这么烂，做太太的怎么还有脸出来拜票呢？大家好。浮选行程第二天，总统夫人周美青来到彰化鹿港，上午到天后宫拜票，虽然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，但也遇上了有民众不给面子，当场呛瞎。哎，对，不支持他的啦，一定要换人做。换谁做？换蔡英文当总统啊！因为我平常没有工作，就带着孙女来逛庙，真是的，让我们百姓没有工作做，他自己每天跟财团在一起的。祝大家哈，新年快乐哈！行李轻功哦。尴尬的还不止这样，一行人接下来转往附近商圈拜票，拜到一半酷酷嫂又被呛瞎。蔡英文当选，蔡英文啊，他说的人也要选蔡英文，他的红嘴要拜不好，面人出来下死下贱，见笑就死。摊贩越讲越气，周美青只好装作没听到，微笑以对，还自掏腰包买牛舌饼请媒体记者吃。谢谢，这不带回去给马总统吃吗？该你们吃了。对，来，才到彰化浮选就连续被呛两次，尽管周美青形象再好，但遇到不满意马执政的老百姓们，酷酷嫂的魅力似乎也没像以前这么管用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面对